你快点搬出去吧。你要我搬哪儿去啊？这我不管，总之你快搬。你凶也没有用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你不怕我告诉你女朋友啊？我单身狗一只啊。就知道，谁会看上你？我没办法跟男人住在一个房子里。那你搬出去啊。我？谁受不了谁走就好了。别搞错，这房子可是我先租下的。可我也是真金白银付了租金的。那我退你钱。那就按合同上写的，赔3倍了。三倍？你这是摆明了欺负人吗？哎呀，你先回去把饭做了吧，我快饿扁了。吃饱了再考虑搬出去的是吧？真的？那快走。作为房东呢，我确实有点对不住你。来，不过让你搬是为你好，同样的价格能找到的绝不比这儿差。跟人挤多难受啊！你用嘴做饭的？就。进来。我怕你晚上口渴，给你送杯水来。谢了。那我把水放哪儿？放那儿吧。这里。嗯。怎么样，我做的饭菜合你口味吗？盐放太多了，少放点盐，你的脾气会变好。哦，知道了。原来我性格这么豪爽，是因为盐吃多了呀。真相。我还以为自己天性是这样，看来以后要吃的清淡一点。行了，回去吧。那我先回房间了。搬出去的事情你可要好好想想啊，这对你来说是有很多好处的。知道了，回去睡吧。我走了，你好好想想啊。嗯，我就先不打扰你了。这里真是不错，还有个年轻的保姆，一点不比家里差。哎呀，以后谁也别想阻挠我了，我要自己闯了，闯了。这，哎，呜！我竟然跟个男的合作，而且还是这么个倒霉货。拜托你了，一定要好好想想。一定要好好想想啊。你昨晚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今天是个很重要的日子，这种事先放放了。啊，什么重要的日子？快要迟到了，你骑车带我。不要，你这么重，我哪儿带得动啊？你来骑。哎，你白长一身膘了。说什么啊？好了，坐好。你孩子就该坐后面。手抱着我的腰。啊。这就出发喽！出发喽！骑车带人还挺好玩的啊。